beginning day. That is my first work day of the week, yes. Today is your first day of work week. Have a good day. Take care. I love you too. I have a favor. Can you do the laundry today? Yes, absolutely. Yeah, this is my laundry day. Okay. I'm running out of clothes.我老公临走的时候说，能不能帮他一个忙，把他换下的脏衣服今天都洗了。我说当然没问题了。每个星期啊，当我老公上班以后，也就是我洗衣服的日子。跟我老公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他从来没有以命令的形式让我干这个干那个。每次他都会说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呀，你可不可以呀。所以我老公教给我，千万不要对别人说你应该怎样怎样，要经常把 would you please 加在前面。小鸟的叫声，乌鸦的叫声，乌鸦不是个，乌鸦在中国不是个吉祥物，但是我们这遍地都是乌鸦。我老公每天早晨上班时都要迎着太阳走一段，这时候他喜欢把墨镜戴上，要不然这个太阳太刺眼了。如果不戴太阳镜的话，这个光线刺的眼睛都睁不开。最近天亮的越来越早了，才7:01，太阳已经很高了。看我老公并没有攒多少衣服，却让我赶快洗。咋的了？看看他的衣服有多少呀，难道他还不够换吗？这么多的衣服，这么多的裤子，就是一个月不洗他都够穿。你看裤头袜子也都满满的，他怎么说他的衣服快没换的了？我老公这些红裤头都是我给他买的，他们以前从来不穿红裤头。在他60岁的那一年呢，我给他买了几条红裤头。我也是每个星期二等他走了上班以后呢，我就开始洗衣服换被套，这是我的常规工作。昨天星期一，我约了牙科诊所要去治疗我的牙齿了。Today you have to work? No. 怎么回事，来了以后这里却没人。She's got a 2:00. We thought we'd check in. Yeah, just have a seat, and we'll be right with you guys. Okay, thank you. 我老公这个星期一就应该开始他的兼职工作，但是这一天呢，他们还没有具体的安排，可能要开个会，所以我老公把他的牙科治疗也取消了。但他害怕我一个人来了搞不懂医生说了什么。所以他把电脑包带来，一边陪我看牙，一边等待着他们的电视网络会议。真的是生活工作两不误。我的牙有好几处毛病，可能要缝好几次才能够治完。我大概在这待了有2个多小时，才弄完了半边牙。刚打了麻药，这边都木了。I have no feeling here. Oh, great. 我老公就坐在这里2个小时，一直在网上开他们的网络会议，直到我出来了，他的会还没结束。我还是把他叫过来查看一下账单。Okay. And then you want them? Yep. We increase the level of our insurance. Yeah. Yeah. How do you like them? These good?Yeah, good, but I just say this looks as whole. Something called veneer. Which is a shell of porcelain. Where they put a shell、mm-hmm. made out of porcelain, like your little tray. Mm-hmm. And it goes on top of your teeth.
Now, it'll look perfect. Yeah. But that is also very expensive. Oh, yeah. When did you do that thing in China? Oh, 5 years ago, 8 years ago, 10 years ago? 10 years ago, I guess. Okay.我这个牙真的好多年都没治了，所以毛病很多。Do it again. Do it again. Oh. 在美国看牙，医疗设备还是比较先进的，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，只是每一次都要提前预约。真不知道如果牙特别疼的时候该怎么办。找医生也不可能一下能找到。在美国看病真的是急也没用，他们之所以这么慢，就是不敢疏忽大意，每一个医疗环节都特别的认真。因为在美国如果出一个医疗事故的话，医院将会赔偿巨大的经济损失，而医生也会因此被取消执业资格。对于辛辛苦苦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学医的人来说，那将是人生当中巨大的灾难，所以谁也不敢冒险。越是收入高的职业，风险也就越大。